蔡英文受外媒专访，指出中国对台威胁增加，愿意和习近平对谈。当年外籍技师猝死，技师工会发起黄飘带行动，并提出诉求。军工教将会在明年调薪4%，创下25年来最高调幅。厄瓜多油价一次涨好涨满，引发民众上街头示威。